Okay, so if you, no matter where you're from, if you want to register, please raise your hand. 1, 2, 3. Wait, that means that there are 18 people. 1, 2, 3, 4, 5, 6, 7, 8. No, we're missing some people. This is very interesting. It's the first week. Okay, anyway, I'll give you a registration code during the break. This course, does anyone here not understand Chinese? If you are not fluent in Chinese, or like you can maybe have a normal conversation, but it might be hard for you if you attend an entirely Chinese language course, please raise your hand. Okay,
试探吗？探索，我还是想探索，对，可以是一个弹性的探索空间。我常常说我教的作文课其实比较像是就是文学创作课吧，就是希望是协助你们去找到身为自己的写作风格跟策略。好，那除了作文之外呢，另外还有两项评分标准。我先讲下面这个周记。周记是这样的，我用中文上课，然后你们离开这间教室之后也是用中文讲话，然后很多其他作业也是用中文写，你也用中文写，简讯也是用中文写。所以周记算是每一周鼓励你们用英文练习表达自我的机会。每周上传一篇，只要是英文写的，不是抄袭的，都会给分，不限内容，不限长度。我也不一定会看。只要有诚意去写这种东西，我都会给分，就是一篇一分。我说不管长度，真的是不管长度。之前我之前教作文的时候，有学生写就是三页的那种，就是详细的周记，然后也有学生写两行，表示这里要把内容写出来，也可以随便。最后一点，参与分数。说到参与，我忘了点。等一下，参与分数是在于，我们在修改的过程中，其中一个环节是同才互评。因为毕竟，如果只是给我改的话，那只有我一人理解，我很难代表天下所有人。所以希望借由分小组，然后请你的同学帮你看，可以给你更多的想法，然后更多的就是生命面向，让你可以有更全盘考虑过的一个。天就是做可以诞生出来，所以这就是参与分数的来源。基本上只要有去做同侪互评，然后有试图给有意义的意见，并不是说我很喜欢，或者我觉得这个文法很烂，就是给意见的，真的有意义的意见的话，就会有参与分数，所以这个也不用太担心。其实评分就这样，非常直接。有提问吗？关于评分有没有想法？好，那我们接下来看我们的 schedule。啊，讲 schedule 之前，我先讲抄袭好了。我相信你们都至少大二知道抄袭是什么，我就稍微提醒。抄袭是当你使用人家的语言或是想法，而没有告诉我这不是你的，这就是抄袭，这就是剽窃。一般社会当中，就是如果你偷人家钱，这很严重。在大学里面，如果你偷人家想法，等同于偷人家的钱。我这个不只是比喻，因为比如说，如果你要进学术界，你的价值是由你的研究产量来决定，研究产量就是你的想法，所以当你偷别人的想法，真的就是在偷人家的钱，意思一模一样。所以我们身为在大学里面，我们就不要去做这个事。你可以使用别人的文字或想法，但是你要告诉我，这不是你想的，你要告诉我从哪边得来的，就这样。所以如果你的作文我发现有抄袭，不管是全篇抄袭还是一行抄袭，那一次作文我就不会批改。如果是定稿的话，就没有分数。你的周记如果刚好被我抽到也是抄袭的话，也没有分数。同侪互评想抄袭之类的，没有什么好抄的。对，所以这是抄袭问题。讲过了。哦，对，还有一个就是周记，请不要重复交。我最近也抓到一个学生，连续三周交一样的东西，这也算抄袭，自我抄袭也是抄袭。自我抄袭意思是你假装你有很多想法，其实只有一个想法，这也蛮严重，就像是你去印钞票。好，我们来看下一个。
我不会要求你一定要上课前全部看，毕竟我会带图重点部分。但是如果你先看好的话，你会比较能够吸收我在课堂上讲的东西。好，然后再来第七周，假设是说第五周我讲完之后，你就开始构思你去撰写你的真的写作。所以到第七周之前呢，你要先把你的草稿跟你的主人交换。所以，比如说如果你有四个主人。 如果你有三个主人，就是你来之前你要读过其他三个主人的文章，然后呢，我们就在课堂上给你一点时间，所以给你点时间这两节课，去彼此做同台互评，去分享说，哎，你觉得这篇文章优点在哪里，然后哪些地方你觉得可以更清楚，或者是不是你可以考虑另外一个面向。 Moodle上面有写，等一下会来看，我们的Moodle网页。好，然后呢，第八周看电影的原因是因为你要把你的二稿交进来，交给我，而且我也喜欢看电影，所以就是第八周要把二稿交给我。如果这门课是这样，如果你错过某一个 deadline，没办法，我不会让你回来。所以，比如说，如果这一次你没有交给我的话，你就错过第九周的就一对一教学。但是下面还有第二次要交给我，然后我们可以再一对一一次，还有一次机会。所以 ，deadline 请你们自行把握好。第十周，放假。第十一周，我们就进入第二个单元，就是叙事性作文模型，模式是一样的。 我可以讲给你当注意的基本元素，然后带你看一篇负面教材。这篇文章说负面吗？好，也可以啊。这是某一个作者，被媒体轰炸说什么台湾新密码很棒，被轰炸一年多之后，他终于下定决心去看，然后他去把就是前三页整个解构掉，所以有点像是我们去看他讲这个负面教材。 不过你也知道，如果你写畅销小说写得好不好不是重点，就是看得下去就是重点。以这个标准来说，当然后就是后期小说也不能看。所以我们到第十二周，这就是正面教材这篇文章，是在用一个虚拟的情境去让你感受，如果离别人在零度以下的低温在外面。 一路受困，渐渐动死的那个感受如何？它也是稍微长一点，可是它的长度运用的没有什么浪费时间或空间的地方，所以也会带看这篇文章。当然，原则也是一样的，如果你上课前真的来不及看完没关系，但是可能够先看完更好。第十三周复评，第十四周也是你们要交上来的时候，那因为已经看过一部电影了。 所以看两部电影，我就说说不太过去。所以第十四周就是所谓的 testing day。这门课每一周都会留时间让你们提问，甚至你们在写的过程中，我可能会就是像鲨鱼一样来回走，然后你也可以把我拦下来问问题。但是我也了解说台湾很多学生非常害羞，然后就是总是觉得问出来怕是一个蠢问题或什么，所以。 第十四周就是完全留给你们想问任何相关问题，或者是不相关问题也可以，由你们提问来主导课程内容。第十五周是叙事型作文第一次会面，十六周，好像十七周，是你们这一周十五周。 我们在聊叙事型作文的时候，你们同时要交上你的身份型作文的参考，所以我们第十七周就可以讨论身份型作文的参考，同时你要交上叙事型作文的参考，十八周就是在讨论叙事型作文的参考，然后第十九周之前，请把电脑上传过来。我知道十九周听起来有点长，但是中间放四个礼拜假应该会。 所以不用回来。好，所以这样子schedule有想提问吗？那你不清楚吗？那个两个作者都是自己一起定的。
两篇作文跟你们的 journal entry 一样，就是题目制定，长度自己决定。我的原则是，你只要把你觉得要讲的讲完了就可以。那有没有把要讲的讲完？这个一部分是自己决定，一部分其实是由读者来判断。所以这也是中间互补跟我来修改的功用之一。其实作文的结构都隐含在你选的主题当中。有些其他作文课，尤其包含我自己在学的时候，上过的作文课都是用很多不同的策略教给你，像什么定义啦、比较啦、描述啦什么的，当然是很有用的。如果你想要相关的内容的话，我也有书可以搬出来给你。但是真正的写作是它的出发点，就是你心里有想要表达的事情或是内容，你觉得这个东西一你不足不坏，二你觉得读者会想知道，或是他知道之后对他会有帮助，或是可能对他的生命可能有些微的改变或什么。那所以当你选一个主题的时候，这个主题的长相，它如何影响到你，你如何接触到它，本身就隐含一个结构，这个结构会决定你的作文走向。甚至我们这学期分什么申论啊、叙事啊，这其实也是有一点就是缺主事理啊，就是你真的要写的时候，我觉得最知名的文章其实没办法用硬性分类，那这只是教学需要而已。所以意思也就是说，如果你的申论型文章中间有很长一段故事的话，我们也可以把它想办法塞进去，不会完全删掉。如果你的叙事型文章里面有一长段申论的话，我们也可以想办法把它修改，但是也不会删掉。因为毕竟是由你的主题来决定写作方式。好，听不懂。基本上你需要的东西都在上面。课纲，class email 是如果我要跟你们写全班信的话，如果刚好，比如说你的主任跟你说，老师写一封信，然后你没收到的话，你可以上来这边看，这边就是全班信的信。Peer review guideline 就是同侪互评的原则，你们其实现在不想看没关系，就是之后同侪互评前要看清楚，然后。我也会在前一周说明一次，让你们了解这个过程怎么样。你需要写这两份，我们先来看。Argument 负面教材，正面教材。Narrative 负面教材，正面教材。Peer review evaluation 你们要做同侪互评的时候，就是在这边下载互评单，然后分别上传。然后最后角标区块就是下面，我还非常贴心的把这个在那写给你。好，然后最后最大一块就是 journal entry。一学期下来，请交至少14篇，但是有17个区块，所以意思是说，如果你某一周真的太累了，或者太忙了，或者就是单纯忘记了，没关系，你有35就机会了。另一方面，如果你多写，分数也会就是稍微高一点，对，所以也是给你很一个弹性。第一次。可以缴交，其实就是下周写，所以你们今天回去就已经可以开始写你们的手机了。好，所以这个是木头，有想要提问的吗？好 ，OK， 那我们就正式进入就是主题性的介绍，写作。坦白说，我也不知道写作是什么。这是一个，像如果我去教，如果我去教文学的话，我可以分什么？就是人物、情节、设定、象征什么？就是它有一个框架在里面。可是写作最单纯的，其实就是你跟读者沟通。沟通的方式有千万种，像刚刚讲，看你要讲什么为主。你要说服人家的沟通方式，跟你要取悦人家的沟通方式，跟你要道歉的沟通方式都不一样。然后有一看是什么事情也会不一样。
所以说我是来这边教你们写作，也不大清楚。我比较像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读者，可以帮你扮演各种读者的角色。所以当你有话想说，想要针对某一种读者，我可以站到那个位置上告诉你说，这样的读者大概会有什么样的反应，然后呢，你可以根据这样的反应再去修改。那我说我很有经验，是我自己在讲。 后面也要有点证据嘛。我高中拿过台北市高中英文作文比赛第一，就是母语组英文母语组第一。考大学的时候，英文作文是只考英文作文是全国最高分。然后我知道这件事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全文的文章当范，所以我要去签同意书，然后他们就告诉我说，就是我分数多少，然后不是满分，然后他们就跟我讲为什么扣分。 他扣我两分，有0.5是，我坦白说，我真的听错一次，有另外一分是，有一个关带，我觉得应该是限定，他们觉得应该是非限定，两个都给各扣0.5分，然后最后有0.5分是我的字迹太丑，真的就是这样，真的。 对，但是还是最高，还是不一样。然后大学的时候，我是在台大念，那台大外文系，的大二作文选课困难度比这边高很多，就是有每一年都有很多大二学生选课到作文课，所以加签变成一门很大的事件，就是有些老师就会要考试啊，或是直接说明年再说。 所以我们加签那门课的老师就是要我们当场写一篇作文，然后隔周通知我们谁获选。当然我就获选，但是我进他办公室的时候，我坐下来第一句跟我说的是 ，There is not much I can teach you, but you're welcome to take my class。他是谦虚了，还是有个地方有改。硕士的时候写了100页的硕士论文，博士我其实正在念博士。 我上礼拜才刚写完200页博士论文，所以我会写，你不要相信我，不是就是来演讲角色扮演一个会写的，我是真的会写。我另外也有在写影片，这个暑假才刚成功申请加入烂番茄网站，对，所以我们就可以来拿两篇我写的影片，给你看说，即便像是我这么有经验的写手。 一定还有可以修改进步的地方，尤其是我们这门课是算是弹性开放，以你们的主题跟写作风格为主。但是如果你未来有计划想要去当写手的话，风格主题很多都是由你的刊物来决定，就是透过刊物的编辑，它会就是把你交上去的文章，就是砍砍删删变成它要的样子。所以这个部分。 要让你们了解的是，真的没有所谓的完美作文，或是最好的作文，真的是看你的观众读众是谁，以及如果上头有人要求你的话，他的要求是什么。所以我们可以来看一下，你们，算了，这两个都是有看出来的，所以毕竟不能把所有人剧透在上头。你们有去看片的吗？ 好，那我们查两篇左右。那我现在这样就好。你们有兴趣就也可以上来点，那就是一个 Google 文件。我给你看的是我的原稿加上编辑的修改意见。那为什么没有写修改意见？
篇的名字，这个是我尽最大诚意写到我觉得最好的状态，交给编辑之后，他砍杀了我心。有附上链接，你可以看，就是最后看出来的样子是什么样的。其实就是你把这些所有的修改建议全部接受之后，就是看出来的样子，因为编辑最大。所以譬如说，影评的结构基本上有三个东西啦，一就是剧情简介嘛，二就是真的去评的地方，然后三就是有些地方在写，觉得好像比较有娱乐效果，让读者想要读下去。所以我原本的第一段就是这种娱乐效果的东西，就是借由一个假装是简介，但其实你读完之后还是不知道这部电影在干嘛，当做影子，然后就被编辑看。第二段就是我原本设想说，我们可以就读者可以从什么样的角度去接触这部电影，或是什么样的框架去开始思考这部电影。然后编辑显然觉得这样的影片已经够好。其实这个也有一个，就是有点像是假装在说明剧情简介，但是其实也没有在讲什么，还只是那个就是偷抢的画面，强盗画面。所以其实我跟你讲，有七个强盗的场景，其实你也不知道干嘛。所以这就没有剧透。下面这一句讲，这个是我原本的写法是，我不会写任何剧透，因为反正最重要的是经验本身。但编辑觉得这样子写有点太模糊，或是太绕口，所以我就配合他的要求重写了一句。我遇到的编辑都不会帮我写新的东西，都只是要求我要改。有些编辑可以很狠，我的编辑还好。我最近有听说有某一张有某一份国外报纸的编辑，就是作者写的就是10000字的英文报道，然后编辑给也没有删减，就给一个 note， 就是 this is trash， 哇，对，然后就是作者就要回去再想办法去改，所以我的编辑还可以吧，就是每一行都会稍微看一下。有些小地方可能加一个字变清楚一点，很多时候我们修改文章，给回馈的人会觉得说很不清楚，或是很不好，这样这样。但其实有时候就是区别几个字或是几行，甚至有时候像这边这一段跟这一段其实只是段落顺序问题，没有改一模一样，复制贴上。有时候就会让整篇文章更顺，然后更读得懂，读得下去。这边是把原本分句的东西纳入上一句，这个是来自于某地方，就是也是搬过来的句子，所以也有很多修改的地方是一旦把同样的资讯在别的地方提出，就可以把原本那个地方删掉。那下面就确实看得出来，其实我写的还不错吧，就是没有太多改的地方，所以基本的结构、基本的骨架没有太大问题。这个还可以，这个就是还能够继续修改成就的文章。我也写过影评是编辑只有一个 note， 就是我觉得这样写不到，你要不要考虑另外一个情况？然后真的就是800字就选3重了。我应该是不会选这样，就是。我想看，对，在我研究做的课经验以来，还没有遇过需要从头写的文章，所以应该不会有这个问题。基本上你们只要真的有想法，那个基本骨架不会太有问题。所以这个是艰难的。另外一篇，不好意思，这位同学，我暴露你的课的那个学科。这篇是这部电影叫《大哭》，是一个巴西电影，巴西科幻片，它是就是线上串流平台的。对，第一句你就看得出来，就是为什么编辑要删。确实跟电影没有太大关系。我原本要讲的意思是说，看2020这一年实在太疯狂，这部电影跟2020一样疯狂。那其实编辑觉得说，其实没有必要。这篇要改的地方就稍微少一点，但是下面要搬段落的那个段落稍微就是更长一点。
有些段落结构上好像不大适合放这里，应该放别的地方。然后有一些用词可以再思考。所以，例如说，原本我写的是 deliberate pacing， 有，那这个意思是有目的的那个节奏，但其实意思就是缓慢的节奏的委婉说话。那 Andy 是觉得说，可以换一个说法，变成 unrushed tempo， 可以更明确指出它是缓慢的。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可以讲的一个要讲的地方。我原本的转折就是写一个 once 一代，然后但是编辑是觉得说，如果我没看过这部电影的话，我不知道这个一代在讲什么，所以我就把这个一代的情节就讲出来。这个就是所谓读者预设心理的问题。你们应该像我写这篇，我写每篇影评都是看完之后就直接写，可能顶多隔一两天。但你们有一整个半个学期，甚至一整个学期去一直思考这个问题。很多时候修改作文的关键其实就是时间。如果你们有改过自己的作文，或是例如说交同学的作业。然后你可能过一个月回去看，你会发现它什么错字连篇啊什么。这个原因是因为当我们在修改的时候，我们检查的时候，我们看的其实不是我们写的东西，我们看的应该怎么说？你实际在做的是在检查你写的东西是否有表达你想表达的想法，这个当然重要，但是修改的。另外一个关键是你写的东西不知道你要讲什么的人看得看不懂，这个就是常常需要请别人帮你看，或是过一段时间你把你原本要讲的忘掉，你全新的眼光去看才看得出来。不只是内容，因为我刚刚讲的错字文法错误什么也是这个问题，所以不只是在核对纸上面心中想，而是另外去解释以不同比较客观的标准去看所写的是不是没层次，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一学期下来写东西的优点之一。这两篇文章到底为什么你们看不到修改的那个你们可以上去看，即使看不到修改的地方，我给的是原版，然后连接是改完的，你们还是可以上去比较。有兴趣的话，我就留在 Google 上面，期末或者下学期我再把资料写作，想想还有什么要讲。基本重要的东西都讲完了。写作本身就是一个很神秘 的过程。我只能试图就是从神秘的那个谜团当中，看能不能跟着你一起找一条路走出来。哦，写作很痛苦。我先讲说，我们想东西的时候想法通常不是很全面的话，也会感觉像是很全面。然后像比如说你早上醒来做一场梦，然后跟朋友分享那种感觉，你的梦境的那个记忆是如此的清楚，如此的完整，可是你边讲越觉得讲不大对，然后讲完之后，就是跟你聊天这个人。得到的印象和你做的梦完全不一样，写作有点像是这样，所以我们也不要太苛求自己。有时候，比如说我在跟你讨论你的文章的时候，我会说这篇文章我觉得你要讲的好像是这个，或是你这样的写法比较像是在讲那个。这个时候，你可以决定你想要继续看能不能表达更清楚呢，还是你觉得你真的写出来的东西好像也不错，就跟着这个方向走，这都是选择啦，没有对错。那基本上写作就是你写越久，不只是这个，你一生下来写越久，表达能力就会越清楚。这个部分受限于时间关系，这门课很难教你这个，这个只能是之后你自己慢慢体会。好，所以讲到这边有想问的吗？
这个就是情况了。好，那我们分组，两篇作文，我们就每一次就分一次组，所以这次分组是申论作文的组。分组之前，我应该点。不用不用。OK， 我稍微确认一下，一举手。
二、三、四、五，啊，这样不行，可以，可以这样给他使用的，我想没事，好，好，所以请你们先把握时间，彼此就是确认联络方式。我跟你讲，上个学期，就是疫情突然发生了，然后就是有几周我们要就是网络教学。等到上网教学之后，我才发现我有两门课的学生都彼此主人都不认识，然后我花了一整个礼拜时间帮大家都在一起，所以请你们先确定你们主人可以联络到彼此。走开，不要看我，更奇怪了。